家好，我是韩有差，然后非常荣幸这次能够拿到男子健体 B 组的第三名。其实在这个组别里面这次比赛还是有点不容易的，所以感觉自己很幸运，当然自己也进。那个广州市的那个健身健美锦标赛，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比赛比了有是第三年了吧，然后第一次拿了全广州的最佳形体奖，就那会是对自己挺狠的，然后不管是从训练啊，然后饮食啊，都非常非常狠。